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的各位观众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警政署署长黄明章啊。最近诈骗案件呢，尤其假投资诈骗案件非常的多哦。他们透过我们社群平台里面的一些名嘴，包括像谢金河啦啊，或者邱庆银啦啊，或者是阿托比啊等等这个头像，然后说分析可以投资哪一些金融股票或期货可以稳赚不赔，然后要求你加入 LINE 哦，加入 LINE 的群组里面。那但是 LINE 群组里面哦，那个成员大概都是他们的人暗装在里面哦，就怂恿我们要去投资啊。那我要呼吁哈，我们各位观众啊，特别要注意，那这些哦都标榜着稳赚不赔、高获利啊、没有风险的部分，这个都是假的一个投资，就是要你投资啊，然后进而怂恿你慢慢加码，甚至到最后让你去抵押贷款来倾家荡产来投资哈。那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哈，投资没有稳赚不赔的啊，高报酬低风险啊，这个可能都是骗术哈，一定要小心求证。那如果有问题，你就打165专线啊，警政署反诈骗165专线就对了。